百事不明问谷歌，肾事不明石头说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天天说肾，我是石头医生。天天说肾，说到做到，投师问事说到就到。今天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要治疗多囊肾。多囊肾大部分的患者在50岁到70岁甚至更早的年龄会出现肾功能下降，并且常伴有高血压、尿路感染、囊肿破裂等多囊肾常见的并发症，给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所以多囊肾的治疗要根据患者的发病时间、囊肿生长速度、年龄、性别、种族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。一般情况下应该及时根据上述因素给予积极的干预，延缓肾功能的恶化速度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，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。好了，关于为什么要治疗多囊肾的话题就说这么多了。说肾不是事儿，健康才是事儿。天天说肾，天天见。期待您继续关注天天说肾，谢谢。